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开讲。2022年台湾向前行，我是主持人邱主，直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如龄属虎，充满活力，行龙伏虎，过五关斩六将。在新的一年来，大家拢坚持理念，做对的代志，勇敢继续向前行。台湾在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令，到1987年7月15日解除，但实际上戒严并无结束。无良的官员为了自身利益，穿着民主的外衣，继续用法税维权迫害人民，制造白色恐怖，拖累国家的进步。前立委柯建铭也公开讲，蔡英文总统讲转型正义，首先就是要把蔡英文案件平反，那无转型正义是零分。中正大学教授吴俊杰也指出，蔡英文案件是司法上的利益白事件，蔡英文主导所遭受的白色恐怖情况完全甲利益白事件共款，因制造无事实的代志，陷害。掠人、非法起诉、恐吓、搁威胁、谩骂，甚至足侪人误作死亡。25年来，受尽国家暴力的凌辱，救助无门，白色恐怖的毒瘤，依然留伫个看法律为本土的违法官员中。太监们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呢？稍下来，咱来看一段影片，大家就会当更加了解。古代有六月成雪来代表今天害人的冤情。21世纪，一桩无罪无税的案件，经过刑事法院三审确定，在当事人获得国家冤狱赔偿之后，还被万年税单纠缠了20几年。这桩被专家学者称为“法税228”的太极门冤案，揭露了台湾法税的暗黑面，而过程竟是斑斑血泪。此案从一开始遭到检察官侯宽仁违法滥诉，而国税局又仅凭起诉书就对太极门科税，经过漫长10年7个月的司法审理，最终获得无罪无税的判决，白纸黑字彻头彻尾的冤屈。而起诉此案的检察官侯宽仁执法手段和操守，经监察院认定犯有8项重大违失，还函请法务部从严就责一处。在监察院91年的调查报告里面，已经确定了侯宽仁这一份起诉书是一个不符证据法则的违法起诉书。那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面说到，这个侯宽仁在调查太极门案件的时候是有8大缺失。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提到说，起诉书呢跟证据资料是存在着严重的汉格跟矛盾，不符所谓的证据法则，这是属于不应该起诉的案件。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份致死无效的起诉书。司法的这个公平正义能够再被唤起，我们也希望对于违法滥权的检察官呢，不仅要淘汰，而且应该要受到应有的惩戒。要自由，要人权，太极门无罪。但是司法判决竟然被税吏这样践踏。我们会把案子退回台北市国税局，严查的单位是台北市国税局。只要他还的不算数的，还的不算数的，还的不算数的，还的不算数。面对国家机器，太极门20多年来行使救济的权利，在行政法院以及财政部诉愿会已经18次胜诉，国税局依然我行我素。国税局的行径不止引起民怨，官方更多次打脸，直指错处。监察院更认定国税局有7项重大违法，隶属台北市国术会、中华武术总会、中华气功协会会员的太极门被认定是补习班，进师礼不是赠与。对此，教育部和中华武术总会这么说：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太极门呢，的确呢，不是补习班。谢谢。中华武术协会、气功协会还有台北市国术会在92年10月间也曾经发函公开声明，本会所属的团体会员从没有因为弟子赠与进师礼而被税捐机关课征税捐的事情。
国税局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啊，对太极门瞌睡，其已经严重的侮辱到全国的气功、武术、传统国术的团体，耗费国家社会成本，造成人民痛苦。在行政法院以及财政部诉愿会已经18次胜诉的太极门，却被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驳回告诉，而理由竟然是法官看过的证据会忘记。据国税局是委托台北国税局办查，那台北国税局其实已经在重核复查决定中已经载明了是赠与，那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呢？为什么这连台北国税局都承认是赠与？他们的重核复查决定的公文书中哦，已经正式说太极门不是补习班，太极门不是学会，是赠与了。不晓得是审判长没有看到，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刚刚是说随便看了一下，那可能是没有仔细看到。是看了啊，看了，只是说现在因为年纪大了。看了，有时候看了会，有时候也会很快就忘掉，也会很快就忘掉，也会很快就忘掉。那最高法院又是法院的终审法院，所以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了这个最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应该很清楚了。那如果高等行政法院在做枉法判决，我觉得其实最高行政法院应该很清楚了。就光凭这个107年判字第422号，就应该直接判这个驳回啊高等行政法院一些不合法的一个判决了。太极门弟子不得不走上街头抗议税制如同法治黑洞，人民与法税之恶的距离究竟有多长？几年来欠税欠费被强制执行的案件年年攀升，尤其是久悬不决的冤案，为人民生活带来的正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口号不能当饭吃，事实远胜于雄辩。20几年来政党轮替，人民饱尝冷暖，却苦等不到青天。除恶制改恶法已经是全民运动，也是抵挡不了的风潮。这真是一件重大的人权缺害事件啊！大家拢讲，大家幸福是世间难得，阿婆甲囡仔的斗阵嘛是真重要。但是祖祖全家三代斗阵伫个太极门修身养性，甲师傅学着智慧，身体变健康，会用互相体谅，家庭幸福美满，安尼个好所在，25年来一直遭受税务的迫害，而且伫个1809年8月1日，国税局违法拍卖没收道场修行一定地，和因的人权遭受到严重的侵害。再来，咱来听祖祖的心声。大家好，我是祖祖。阮全家三代拢伫太极门练气功，大家今年已经要80岁啊。练气功嘛将近30年啊，有几落摆意外受伤，拢因为长期伫太极门练气功的关系，恢复足紧的。真正足神奇的，阮阿公婆嘛因为伫太极门练气功，互相知影修改家己，看见对方的优点，互相体谅，家庭才会美满幸福。两个囡仔伫好的环境中学习成长，学习足侪好的物件。师父的引导、信教，互我带这两个囡仔真正足轻松的。足感谢师兄师姐，感恩师父。太极门是古老气功武术修行门派，师父带弟子伫全世界推动爱甲和平，发起良心时代运动，全世界行透透，101个国家，300多个城市，拢是师兄师姐家己请教。自己出钱，为着要让这个世界更加好，安尼为着国家，为着社会好的民间团体，煞伫1985年12月19日，遭受到侯宽林检察官以宗教扫黑的名义制作假税单，
计组计税案，违法滥权起诉，输出法文给阮，要爱阮全台湾每一个会馆，甲阮断水断电，要甲阮抄家灭门。一方面讲阮是违法所得，爱没收；一方面佮讲阮是补习班。制造假税单，要要求国税局扣税，一手掠天的违法行为，实在予人感觉足无体的。虽然伫民国96年7月13日，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无税的问题，嘛承认地主包予师傅的红包是政务，当初押去关的。师兄师姐是无辜的，政府嘛有赔偿。伫民国108年，国税局嘛甲民国80年、82年到85年这5个年度的税单拢归零，唯独留81年度假的税单，佮同款甲阮强行扣税。81年税案的判决，是因为国税局暗藏证据。和高等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行政执行署为着要贪领绩效奖励金，做出违背良心的代志。伫民国109年8月21日，国税局加执行署的官员违法强搞阮师傅的土地拍卖，收归国有。太极门是真心爱这个国家的。暗哥政府违法官员却严重来迫害太极门，让阮遭受到严重的人权侵害。假使讲阮若点点接受，就会永远面对国税局讲要遵守。那安尼国税局的阿爸行为，百姓是无法度接受的。唯有人民的声音更加大声，政府才会重视。面对侵害百姓的部分进行改革，咱的国家咱来做阵来修复。你想看卖，这么大的团体拢遭受着不公不义、无公平的对待，那安尼一般的受灾害的百姓是安怎解救家己呢？我呼吁政府马上撤销违法的税单。幸好阮一个清净的修行圣地，感谢大家。2020年，台湾和经济学者讲是亚洲民族顶塔，台湾伫个全球民族的指数排名11名，但是真可惜的是，就伫个近一年，政府利用扣税手段迫害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权事件。国税局加行政执行署用假税单强夺太极门的修行道场一定地，真侪人全家拢是太极门弟子，因为练功身体变健康，家庭气氛变得真好，所以太极门受到税法的迫害，伊嘛要讲出心声。大家好，我是太极门的弟子。一生中上爱的所在是太极门，因为是上修心养性的好所在。师兄师姐虽然来自无同的所在，但是每一个人拢有共同的理想，敢若一家人共款。人到这个道场，有讲有笑，讲心内话。未记什么是忧愁甲痛苦，我上会记一句话：痛得袂离啊，哪个会忧愁？啊，真正是真无奈。伫个民国85年12月19日，遭受候选人检察官制造假案，假案侦办最高法院伫个96年。7月13日，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无欠罪，中区国税局官员竟然
无甲法院判决当作上回事，讲法院判无尊重。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吗？官员总是讲依法行政的一句话，但是伊个毋是法律，是长官讲要安怎做，就是安怎做。保体人民设想，用良心做对代志，干这呢心查发觉有错啊差错的所在，必须要改正。国税局也承认错误，最高行政法院判决一定定数的是正义。国税局根本无分黑白，对还是唔对？借着这款继续开出违法的税单，万路拢是持咧做代，无有法律的根，法律根据的税务奖励金，和税务官员因为贪念而失去良心，做人处事的代志颠倒败，官官相护的现象，国税局甲行政执行署无顾正义，竟联手违法强制状态之门，相应的道场已经在违法打卖，并且违法收为国有，太革命遭受国家以法税暴力陷害25年了，所以政府应该立刻平反太革命个案，撤销所有的违法的税单，规行被违法侵占的土地，因太极门侵别台湾教育正义的人权，就分享到这，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住伫德国海吉堡的阿芬，我伫德国做推广台湾音乐演出的工作，天天做个老官，互人嫌个老烂，心内恶作无人知，久长落来也影响到身体健康。自从我入来太极门练功夫了，学习性命双修，不是干那身体健康得到改善，灵性的程度也有很大的进步。我学着心爱定、心爱静的功夫，去面对压力和批评，透过修行改脾气，心平气和去避免受罪。会当做太极门师傅红道主法师的弟子，心内是真正感恩。不过咱这么好的团体，却无缘无故受到恶官的冲空，非违法的碎单，甚至把咱修行的性地拍袂掉了，实在有够可恶。台湾有上善良的百姓，却因为少数无良的官员，拍坏咱国家予人的好印象。我一只要呼吁咱的官员早日良心觉醒，予台湾变成真正有公平正义、有自由人权的美丽国家。多谢。大家好，我是阿凡，我自细汉身体就无好，常常爱去看医生、注射、食药啊。虽然我的爸爸妈妈足骨力甲我补的，我嘛会去游水、拍球、做运动。啊，不过大概运动完，我就规个人虚咧咧，爱休困足久才有元气。人嘛是同款，乌打散无开勇行。民国81年，我食中药食到开始有胃酸啊，唔知咩啊啦好的时阵，拄好有机缘来太极门拜师练功，我才了解讲我身体的病痛，跟我脾气无好有足大的关系。伫咧逐工练功，佮听师傅的话，开始改脾气了，我的关节渐渐无遐痛，痛的时间嘛缩短啊。
现在我的筋骨比少年的时候更加软 Q 哦。本来拢笑袂出来，我嘛开始会笑啊。伫太极门，我唔呐得到健康甲快乐，搁找到人生的意义。原来人生就是爱修行，甲无好诶拢改也好。我真感恩我的师父，嘛就爱去太极门甲孙兄师姐开讲分享。想袂到我拜师的时阵，照顾咧包好师父的敬师礼，竟然会互师父师表受到天大诶委屈。85年12月19日，侯宽仁检察官带着媒体甲一堆人，闯入去阮的道馆乱敲乱并，伊找无证据之下，竟然用诈欺走漏税，持小鬼起诉我的师父师表，佮伊予国税局开单扣税。照讲国税局应该先做调查，嘛爱等刑事法院判决出来才佮处理。啊，毋过国税局查拢无查，嘛无等刑事法院的判决，就照侯宽仁的起诉书开出6个年度的违法税单。96年7月13日，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无欠税，竞输类是政务，是免税所得，去用违法关押的师父师表甲孙兄师姐，拢得到国家冤狱赔偿，证明太极门案自开始就是一个冤案，起诉书写的拢是假，是骗人的。照理讲，国税局就应该撤销所有的违法税单，啊，毋过违法税单煞一直开，一直开出来。去年甚至甲行政执行署做伙违法拍卖太极门的土地，拍卖无成就没收变国家的，这敢有天理？为太极门案，会使看到台湾法税制度足侪无合理、无合法的所在。其实除了太极门，台湾还阁有足侪可怜的税灾户，去予违法的税单逼到走投无路，甚至家破人亡。99年，我第一届徛咧总统府头前的开道，为台湾的赋税人权发声，嘛开始伫大路口做法税改革的宣导，希望更加侪人了解台湾法税问题。做伙来要求政府改革。蔡总统就任的时阵有讲，政府若第一届无听到，你会使较大声谈话；第二届阁无听到，你会使阁较大声谈话；第三届阁无甲你应的时阵，你会使拍倒啊。阮伫咧开刀已经花10几年啊，敢讲拢无够大声吗？一定爱阮转倒转伊才听会到吗？真心毋忙政府。会当彻底改革台湾的法税制度，莫阁有人受到甲阮同款的苦。希望官员知影毋对，就爱改，主动撤销所有违法的税单，甲太极门的修行圣地还予阮，结束这25年来的人权迫害，予台湾会使做一个正港、自由、民主、法治、有人权的好所在。逐个人拢会使踮即块土地快乐自在的生活。多谢。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人民应该享有宗教信仰和人权。太极门案受到国际的关心注意，一直在国内外实体和网络各种的论坛活动热烈的讨论。今年2021年，在美国华府举办的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 IRF。各国的人都非常的惊吓，台湾近年发生太极门案，在短短17天内，就有200多个网络媒体平台在报道太极门案。接下来，咱来看一段国际人权学者对太极门的声援。During these years, we have been able to appreciate the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of the UN.And what can be achieved with the UN bodies in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Over the past 4 years at the UN, with the help of the organization present here at this conference today, we have repeatedly denounced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n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U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China, such as those suffered by the Uyghurs, a member of Falun Gong,and more particularly the dramatic case of the member of the Church of the Almighty God. Session after s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reorganized conferences, made written and oral statements, we held meetings with the state delegation, during which the victims were able to make their voice heard. In June 2021, we brought to attention to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case of the Taiji men and the injustice they suffer in Taiwan. At this Human Rights Council, we denounce how the tax weapon was used to harm Taiji men. In this statement, we enlightened and denounced the unscrupulous means us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 its attempt to destroy the Taiji men movement. The use of tax weapons against spiritual minorities is unfortunately common practices in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which finally, after a struggle to denounce this injustice practice, was condemned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September, at the 88th Human Rights Council session, we renew our appeal for Taiji men. This time, we enlightened the confiscation of this Taiji men place of worship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his is another form of discrimination, just as serious, because a spiritual community cannot exist without a place of worship. Today, the situation of the Taiji men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in the world, an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must allow the Taiji men to enjoy their property, their place of worship, and to make their contribution to world peace without worry. The UN mechanisms allow civil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society, and it is important to continue to speak out against the unfair treatment of Taiji men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 2009, Taiwan ratifi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ICCPR guarantees fundamental rights for every citizen, as well as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The sig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but there is still a step to be taken to implement and respect the commitments made when the covenant was ratified. The model propo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s a balance between this institution, the member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se three components that ensure tha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s established in 1945 by the Charter remain at the hea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Taiwan, like all other states, must find this balance with civil society and grow with it, not against it. It is, in fact, the struggle of the Taiji men that we support so that justice is done to them. So that their contribution to a better,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Taiwanese society is recognize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太监们案是台湾的人权指标案件，政府未使相骗。监察院已经照这款调查太监们案，认为此案已经造成侵害人权，都必须要按照国家的人权委员会组织法进行后续的处理和救济。长期以来，大家真正拢受苦，赋税人权，这毋是财产权利益。太监们的修行道中一定得防违法的拍卖，关系到两公约保障的文化、信仰、宗教自由权，这是重要的人权核心价值。希望政府会用的尽早处理。蔡总统，希望你改正历史的错误，向太监们请别。也要向太监们修行道中一定地，安尼台湾的人民才会用安居乐业，台湾民主法治才有向前行的希望。多谢大家的观赏。